因为八合啊，在练。对，就是八合这么简单。上次来什么时候啊？已经快一个月了吗？已经一个月了，可是我现在超级紧张，我真的很怕等下拖累纳豆哥。没有任何人可以拖累他，他什么大风浪哥没见过。好，而且你看，你紧张，表现再好也是一下就过了，表现不好大家一下就忘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就算表现再不好，他们不会把你换掉，你放心。为什么？你们又不讲话？不好意思，生气了吧？不是呀。太快，来不及，紧张，太尴尬了吧？是因为宇宙今天没来，你紧张了？其实不是。我在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宇宙其实认识蛮多美亚的。然后嘞，她是美，她毕竟是女的啊，不是。我在晚上家里没事，我就把宇宙全部的就这最近的表演都看过一轮，这样。你真的很没事耶。你不是很忙吗？手上变这么小，太夸张了！你分不同礼拜做功课，那个宇宙不算美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很正啊。他正，可是他根本是男的。很 man 呢。但是你没有看他另外一面，啊，他有另外一面，你有看过？我看过另外一面。他什么样的时候另外一面？我真的怕我真小。他如果真的撒娇，我真的会揍他。那你看完他的表演没有加分吗？有啊。我第一次看，哇，唱黄明志，哇，好会唱啊！人说的，人说。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小伤，避避风头；有人说他练就一身武艺，却没机会展露；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，四处飘荡；有人为了梦想，为了三餐不能养家糊口，他总找眼角去穿破的求助公益，攻击的岛屿堆埋陌生人，都来自外地，还埋着星辰的余力，怀抱着多少憧憬，往返在九三零号公路，内心盼着奇迹。哎，紫红刚点名那个我已经进来耶。That's one two one two。我是王天佑。我现在第一次紫红单独合作。没错，导致我现在非常非常紧张。第一次进入一个MV里面，你有找就去演和网嘛？对，找小鲜肉跟你一起演。对，超害羞的。你说丁友就是害羞到他拍拍 MV， 然后还跑去旁边评估自己心情，然后再回来拍的。我是那种感觉好像很聊得来，可是我真的害羞起来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所以你看到喜欢你会就讲不出话。对，那你跟我们聊太多。对啊，你跟我讲。反正我们刚刚想问那个是大暖男，我们其实拍完之后就大家也放开，就开始聊天，就发现他真的认。那我可以透露一下这个小鲜肉是谁？吴念轩，虎爷啊。那你有特别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如果出去圈的话，我至少可以打扮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活动，那在忙什么？这是性感礼服大运战斗考试猜，他有透露自己开始启动。不是很紧张啊，因为等一下会有一方面我怕他们世纪大考，对我来说了，对我来说。提醒他们啊，他们讲直播。未来是不是能成为演艺圈的亮眼星星，真的指日可待啦！官宣了，我们现场专员采访报道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两位帅哥要登场喽。时间静静瘫在那，不说话。我还待在那天没调成时差，你终于说出口，这残忍的温柔，难道从此没有以后？唱这首歌明明是两个人在对唱，却眼神完全没有这样交流到。而且不得要说，就秋风者是虽然他唱的是一个情歌，但是他手势和表情真的很像那个饶舌歌手。对。我为你疯狂，我为你挣扎，我不停的追寻着你的模样，傻逃亡。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。我们微笑离开，让故事留下来。不是你们两个对上，有点秋风者不想看你，但是对啊，我是想看人家。
试看正脸。我正脸更恐怖，角度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长得不一样，右脸是歪的，这是左脸啊，这是左脸。好，要看右脸喽。好，嗯。哎，很帅耶！没差，少来，你少来。就是跟他一起是团体很久了，我知道他右脸是真的有差、啊。你看是不是很拍照会明显，但是影片还好。米格有一点不一样，还是对，就是、好细节。右脸的这个会比较没有这么明显。对，是你自己发现还是粉丝？我自己发现的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出来，然后拍照的时候。没有，我之前就发现。之前就发现。对对对对。无名小站时期也太久了吧！天哪，无名小站嘞！我其实觉得你的正面比右脸可怕了。Oh my god！ 正面，我正面真的很可怕，我正面真的很可怕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是这样的。黄伟晋本人真的很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现场。如果真的喜欢黄伟晋的话，一定要到现场支持黄伟晋。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妈有讲过一句话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什么说？他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你们成团的时候，你们一起来我家看《终极一班二》，然后后来你们二啦，三五二我没演。好了，不要再变不是重点了。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黄伟晋本来很帅啊，为什么拍照变那样？我记得。本人型好笑。那你觉得子红跟照片，本人跟照片跟本人都还好，我没有。都很帅，怎么样？没有啦，他照片跟本人都很帅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本人比较好，因为所有人都是说我本人比较好看。可是我是觉得你照片很好看，本人比较好看。你选本人是不是？但是照片没有丑到哪里去。当然。不正经的两个。第一次看到 M 字腿签名，是不是很兴奋？好。